用力有几斤斤，头接一头十一斤。你我母兄已经红门不走，为兄用心顶顶的包围。控制。进入九号，满天可飞。竟然措手不及，就在此时，巨门即将击响，此时冰封吹力，寒烟之中红烧喷腾，哦，瞬间。能量魔种修动之冲，惊天龙焰环路进攻，七界之主海定为零，一改金国之分。师兄不用说下心事万分，我虽然机会和工具，但受够魔气的刺激，还是修用一番，心里亏吧。参见主人，众人安顿的如何？就下去千点兵力，暗地偷动，可小兵方面的人撤退不及，总得牺牲。哼，莫该小小阴谋多端，这份体弱，我定要因加倍凶狠。此次是改令多贵难关。众人功不可没，若非军师临危不乱，恐怕此刻失该计何变？这是属下昏睡之身，不敢记功。论功行赏，稳水严丁，失该之内消息走漏，要莫该有可行之计，催速一手特地对照。行。周兄，关于中秋婚礼，是否要再派人前往过寿？有此必要吗？莫该要不兼顾心气血管轮，也伤不了心跳分红，不漂也是洪灾兼顾吗？也只好如此。就下乡旅行，以兼顾工资记录，先行个体。水国轮，这是新兵的。有兵拥有此等新兵，幸福中原有何难哉？师兄，小孩有一丝疑问，何事？自然可以记得咱因何来情感？当然，相助立足之时。天地有我最主，不敌此人可有策略？咱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前进，牵引的力量可以坚定。在世界，此人拥有至高无上力量，穿透人心意志，是梦境之在。但来到人间，先天修持心得。在高雄更及新旧危机，成为苏环军之的温柔与操烦，又在兼顾莫该之间纠缠，咱的行动方向既有偏差，不用迂回一瞬，但来人该既有一段时间，可无法对人该转盘掌控，
是银色界对我的认识，都所有本事负责。一旦本事产生疑心，又假手假听，咱也不易察觉。你怀疑鬼头，就好像厘清任何的可能性。鬼气本事心机瞬间，气度心中，营收风格大刀跨步。但现在却是小心翼翼，态度不修，宁可等待严主动出击，加上数车之力，一概一大保留，回避问题。此人这意识令人难安，既然怀疑，就提出证据来。小花既然得出不稳，要分家。任何灵魂在其间无数分情，这人何不利用此位突出世界的暗流，应就输赢不无独立。一时有数突破这样子。先生，有一个自称冰激的人要找你。你有什么事？这人要交给你。我有一事必须先处理，稍后再会时间。卖让这人担心过。六魂之剑，心刀之剑，明亮光骨的剑面，反射出最直接纯粹的灵魂。好凉，这回你将是无数顿中。不敌诸兄催我何事？你来了。别忘记，今日的难得时机。想必个。眼睛心鸟分明，天命不告诉手，其营之将失救立品。苏兄，这龙将半多尸体带到无名之窟。官多正一笔十多次拼死，以魔界利用我合含世界以危险之中，罪无可赦。断了禁锢，我像无动静。这，我无看错吧？死人竟然是冰激，到底内底发生什么事？莫非是猎魂僵失控，也是玄秘拍唔着人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老大的卖个哀龙，人已经走远了，接下来你怎样办？当然是先回魔界报告。哇！想着要面对段宏斌，我就烦恼到等下拍个恁讲哩，伊敢会直接伤我一枪？原来如此，想当初我三番两次的提醒，恐他无以甘人为我。想未到，用是落到这种下场。
半途即死，不用再多说，真正的名声天下就在本座府中，莫该想得少，痴心妄想。现在首要之务是如何重整世界的势力。多少之手动动难平，咱应该尽速充实军备，补足人力。俗话已经调查过，郑天宗是可以拉拢的对象。那就好好利用你的身份，完成这项任务。是。莫怪这几日有何动作，兄弟们有何动作？但确定的是，剑阁用心为了目标，再加派人手，严密监控莫怪与剑阁双方的情形，有何英雄迅速汇报？遵命。